会转快哦。哦，奶昔奶昔。不是，我刚刚是看到有东西在动，我就看。不是说有东西在动你就看，是有东西在晃动你就看。对，然后那个线条有出现，我就往那边被吸引。老拉来了，哎呦，手拉手拉，手拉手拉，手拉手。哎嘿，看对。吞口水。太狠了啦你们。出重手哎。哦，嫩拉来咯。两个跳起来，这个舞蹈看得太舒服了。不是，我刚刚是看到有东西在动，我就看了。我没有办法专心的看舞蹈，真的。就是说，我只能看曲线的部分。不是说有东西在动你就看，是有东西在晃动你就看。对，然后那个线条有出现，我就往那边被吸引。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在跳什么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是用科学的角度来面对成绩。如果说我们的评判，我们的个人喜好，这个不对，对，不能这样，用科学啦，一切都要科学，对对，科学完全是用以科学数据来作为标准 ，Big Data， 对，否则我们就沦为小姑了。对啊，我们不是那种人。揭晓答案，眼花缭乱，眼花缭乱。欣赏嫩拉的部分高达31次。算多还是算少？没有比较不知道啊。很多，这样很多啊。31比，手拉的部分。手拉是，手拉是。45。手拉，手拉真的经验老道。来来来，还有吗？戴银经验老道，得到17次最多。屁股一次，骨盆一次。等一下，太细了吧？太细了啦。是，以轩胸部一次，哎呦呀，哎呦，哦，以轩也有14次，东东也是14次，厉害，也有14次，奶昔屁股高达12次，对，奶昔屁股一次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手拉的招数很多，招数多，吸金嘛，招数多，然后出手也重，对，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太瞬间，你判断不出来什么是手拉，什么是嫩拉，就被骗过去了。